效果影响效果是。甄嬛，嬛嬛。站起来，这个闪光灯关了吧，点一点。不用关，不用关，就正常。在哪呀？对，就这个样子。身体挺拔一点，左腿不用太缩了，左腿不用太往下，自然一点。真的蹬不下去了。对，右腿再支出来一点。对，好，回去一点。可以啊，可以。我直接哭哭连拍。对，这镜头头去看一下，中间那个，那个啥，看这里，来这边，你的闪光灯高一点，来中间看一下，小姐姐。看这边。哎，好看，好看。可以。看一下。对。不要买。要不来这边拍一点吧，来这边拍一点好了。我在这里看回来了，我这边看再拍一下，再拍回来，拍全身，拍整个。别动啊！你的光打哪里去了，老师？哎，不好意思啊。那还是用闪，再一会儿，如果有一会儿。那这边。对，你看，什么方向？一会儿阴影。跟不要站在那边啊！老师别打了，让我拍几张。这边看这边。看我这边。